轻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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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谢谢你的保佑啊！可是我没有开船。那主人人不只是保佑开船而已啊，我每天开车都是他保佑我。这么厉害？对啊。那这样船就搁浅了。所以反正你就是那，然后妈祖娘娘在周日那，你就跟她说我是王静凯，谢谢你的保佑和照顾，就这样，你就下课了。告诉她我不喜欢吃海鲜。